钱了，嗯，他给我打破砸来了。开直播，对，你开直播。不二，你看比温暖还好嘞，你他妈还够超级够。温暖，你别出现了。那这能挣钱？别唱了。啊，别唱了，对，出毛线，出来说你这话。哎，我身边都是大哥。啊。是，我是。啊，大家一看我，怎么身边也都是大哥？啊。啊。哦。但还需要验证的地方，他少。你也往上串是吧？啊是啊，那个干出活来，你龙小子啊啊啊，你有一斤吧？好的，我那家用来干啥？啊，对吧？呀，我接，是吧？接啥扫的？那干啥收工？啥都干，收拾啦，我一定要扫的。啊啊，还弄一个。我会拍教程，平常俺店里剪发教程都是我拍，我剪辑。哎呀，可浓了好了，抽了烟头。没事呢，你不把一个抽那个包盘，找那个包盘，然后这个。我抽。现在发我都好了啊，这个房间都拉的给我一会儿，我都急了。嗯。行。行。行。一个驴。啊，没听懂。三个手机。三现在已经过了生活了，这个没加上。可以。干什么？可以。幽沉。我不信那个。你们，大家。他要任何的事，任何的事都连不去那边。我去太远了。走过来不够费。今天进来。幽沉，点点赞，把赞往上点一点。然后那个叫三进，就是。剪一个挂耳短发啊。什么刺人那个？是那个甜酷风格的挂耳短发。好，咱们找到自然垂落点，先把侧中线分出来。那么这一条侧中线，咱们分到耳后点的位置啊，分到耳后点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把侧区分出来，水平分线分到退化点，上下分开，转过来这边。你看一下他的头发啊，这里有发圈，一定要注意啊。从这儿开始，分到耳后顶。侧区水平分。分出来。拿住。走。来，后面，往后分个圆。感谢幽沉送出的大啤酒，感谢送出的小心心啊！把赞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头发有点短，咱们从中间分开吧。好，往上分。头发短的话，咱们可以从中间给它分开。这个美女她的骨骼是偏圆润一点的，然后比较好剪一点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都讲了，这都讲了，那讲了。我的头发，你看我一样，到处都是翻过去的。好，那么咱们后去剪连接的啊，你看一下他的头发不是特别长，有点短，对吧？今天讲的是挂耳短发，
好，你继续啊。好，来，咱们先把外线给它定好。直接垫一个圆形的外线。佳慧，把那高凳弄到来。好，转过来，这边也是。好，那么咱们重分法片。给它拉出来，现在咱们长度去不多少啊，主要是给它修形，这个形有点乱，所以说它平时打理的时候不好打理，还原度不高，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形给它修出来。好，看一下75度提拉，75度切口，直线修剪，与底区与底线进行连接就可以。好，走。那么这是一款短发，咱们提拉发片的方向呢，直接跟随图形走就可以。好，走。切口是直线啊，直线切口落下来呢，是知道收紧，让它产生腰线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拉出来，找到引导线剪就可以。好，那么现在我问一下咱们大家啊，你们左右层次不对称的家人们有没有？有的话扣个一出来啊。左右剪层次，一边高一边低，对吧？不对称。有没有？有的话扣波一出来。左边剪的挺好的，到了右边不是短了就是长了，对吧？要怎么办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扣波一出来。怎么才能让它两边一样长？好，继续转动。有是吧？有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，让它两边对称。好，那么咱们左边剪完了，对吧？在剪右边的时候看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给主播点的赞。剪右边的时候咱们同样75度提拉，看一下，找到左边的引导线给它点，先把薄薄的这一层都定成引导线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解决掉你剪两边层次高低不一样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剪有没有得到解决掉？有没有？好，等一下，坐下来。这样的话上面这一层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咱们就上下进行连接就可以。看一下原位提拉，与底线进行连接，但是底线已经定好了长度，底线的长度就不要让它短了，直接上顶与下顶之间直线连接就可以了。好，走，每剪一线跟随图形走。好，那么咱们纵向的剪完以后横向的检查啊，老师教的真好，谢谢谢谢啊。横向的检查，
看有没有多余的长的，把多余的这些给它抹圆。跟随头型走，是不是剪了一个圆？对吧，家人们？咱们现在剪的是堆积还是去除？剪的是堆积还是去除？家人们在评论区回答。评论区回答啊，是堆积还是去除？回答问题啊。你要知道这是剪的是堆积还是去除。好，我再给咱们大家强调一遍啊，是75度提拉，75度切口，75度提拉，75度切口，是堆积还是去除？对，这是堆积啊，是堆积，是轻堆积，对吧？而且它是外部堆，直线切口外部堆，对吧？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鬓角这里的头发是需要过耳朵后面的，然后咱们直接给它剪一个去除，往上拉高角度，看一下，以后面为引导，首位摆放，前低后高。好，把这里给它剪掉。这边是挂耳，所以说一定要薄，厚的话它是一挂耳它容易闷，容易掉，这样的话你看一挂耳是不是很轻松，对吧？好，把这个角给它抹掉。挂耳短发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薄，如果厚的话这里很闷。好，进行另一边，咱们再看一下啊，这都是平时我在剪头模的时候咱们讲的，是吧？然后用在真人上面，咱们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它是一样的啊。好，继续走，往上拉高角度，看一下以后面为引导，引导线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剪掉，首位前低后高，等一下，这样剪完以后它是不是就薄了？而且还有一个向后的一个推力，看一下是不是很简单，很丝滑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里咱们看一下有没有角，剪掉一点点就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学会了吗，家人们？学会的扣一，学会的扣一啊。好，咱们再继续上面的头发，看一下枕骨饱满，剪腰线是不是很简单？对，鬓角剪了一个去除啊。好，咱们大家你仔细观察一下啊，拨弄一下客人的头发，他这里有个发圈，这里有个发圈，两个发圈在这里啊，这里的头发要放长，一定要给它放松它的张力。好，如果说想要这个地方饱满，这里收紧，那么咱们选择斜后分线。好，夹住，斜后分线，剪完以后呢是有一个向后走的流向，前短后长，这里是知道收紧，对吧？好，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降低角度，看一下45度提拉，与底须进行锯齿连接，用锯齿连接啊，建议不要用平切口。好，再继续分，斜后分，好，再继续降低至刚才剪的这个角度，都降低至这个角度啊，不用往上提，因为它本身头发不够长。好，走，降低至同一个角度，定点提拉，会放长这里的长度，对吧？因为它这里会有两个旋在这里，你一定要放长，
吹干以后这里它会弹上去，回弹特别大，所以说那个地方等一下，定点提拉，放长头顶的长度就可以了，夹住，好，45度提拉，以下面为引导，锯齿，走，剪不到，剪不到的地方就不要剪，能剪到就剪，剪不到就不要剪啊。好，继续斜后。拉发片的时候呢，不要用太大的力气，稍微轻一点。好，走。好，那么现在咱们一个堆积堆出来效果以后，上面这个头发啊，建议咱们大家吹干以后再去磨脚啊。如果现在磨脚的话，吹干它会不会更短，家人们，对吧？因为这里有两个发圈，所以说咱们现在不给它去脚，吹干以后再去脚啊。好，后面剪完以后咱们来到侧面，侧面同样也是偏分两块。好，咱们大家看一下啊，没有点赞的家人们把赞往上点一点，把赞往上点一点啊，家人们。好，以后区为引导，直立分发片，找到后面的引导线，在这儿剪掉。好，转，斜向前大约75度就可以，往后靠片修剪，放长前面，二靠一，三靠二。好，看一下啊，后面咱们剪的连接的啊，鬓角这个位置可以不连接。好，那么咱们再斜向后分线。好，咱们现在剪刘海，刘海长度定在眉毛以下，待会吹干以后咱们再进行打薄调亮，它就会变短。好，走，跟随分线走就可以，给它有一个往后走的流向。好，再斜后分线，第二片往上提升角度，走，首位要与分线是平行的啊，分线怎么分，首位要怎么去摆。好，斜向后分线，让它流向往后走，对吧？看一下这个流向是不是往后走的感觉，刮耳朵。好，来这一边，直立分发片。好，以后面为引导，抽出来找一下引导线啊，与底区不连接，但是与后区是连接的。好，引导线在这儿剪掉，走，往上走，抹圆修剪，继续，第二片靠向第一片，继续转。他头发有点自然卷，所以说咱们剪的时候要放长头，放长刘海。
好，那么刘海这个地方咱们在斜后分线。好，往前齐拉，咱们定在眉毛以下，稍微让它长一点啊，不要让它短了，吹干以后会短啊，因为它这个头发有一点自然卷。继续斜后往前，角度慢慢的往上提升。现在是不是在剪圆这样的？好，继续啊，咱们再把侧区往后梳，小边这里先不管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大边这里的头发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，这样吗？好，梳理至咱们的黄金点位置。好，在这里抹一点点酒，不要抹多了啊。抹脚，抹脚的话，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发片，我是往后梳，然后抓住，往前带一点，往前带一点，抹完以后，它是不是有一个收紧的感觉？对吧，前短后长。好，小编这边的头发往后梳。好，那么现在咱们吹干，吹干修一下，刘海也修一下，吹干以后修饰是最重要的啊。没有点赞的家人们把赞往上点一点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。叫什么？你看你我这个脸，找我看。我从三天之后，我就没到过咱们班。三天之后，啊？你在几个月？我就说没去了，我们来一下，没上班。哦。这天晚上没去了，就天了。我认识你，认识你，我叫你啊。就这样，在家里面干饭。啊，我先吃的。对，从头往前，然后从左往右，从右往左。我在家也是这样吃的，但是他给我煎的那个这样吃，他就吃不出来。你完全吃的。真没干。姐，你给我吃个饼子咋的？可以，吃不饱。吃不饱。我这两天也没吃，对，没错。我不会三个两的，三个，我不会三个。对，我不怕着你，还行。拿个头发。嗯，你两的是不？嗯，行，再胳膊往上一点就行。露你给他搞的。对，给他画图。两个呀。好你了。
还没剪完。我嫂子回房间，我婶儿坐下了。啊，看我。我一抬头不在这了吗？就是我在树里头关。你知道手工在树里，觉得狗树里了。嗯，你真的不好。对，那等剪完再给你回吧。对，剪完再吃。换着做吧。那换着做。你要剪吗？麻烦了吗？真麻烦了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今天晚上有的你累，回来受不了。那个弟弟的皮鞋，我的皮鞋，你啥？让你掏皮鞋，抓抓！昨天嘛，哈哈哈哈哈！你问的是哪个？对呀，洛阳的兄弟，小松柏儿，看见你没？看见一会听见一会，你拉倒吧，我还把他骂着了。他说我嘞，他说他小区的唯一一个幼稚男青年就我活了。我他这一片的啊，回我小区的这一片。我可没活过呢。嗯，他自己找着活过的。我可接了，我那个截图，我你别删，回头他妈要人找我的时候，你把那个截图发给他，你回答我，他不能捡起来，你其他你回答我说的这句话，哎呀，没事了，还给他回一个，为什么扯到了？我看见了，见了你我然后回来吧，我加了我，然后把那烟头我回来吧，他不能你不进吗？你咋走的？我刚跟他们过去，他开车过去了。我你看他为啥没烫了没烫啊？他是自然卷。我爸是自然卷啊。干嘛呀？啊啊！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啊！你没开车过去吗？他是他开我那个呀？他你我刚过来，我刚跟那个妹出来，他就过去了。啊！我的，我。我真想我不给瞒着我，说他我的你咋过来不？他说咋的？我那些喊个忙碌喊。五点多，嗯，我看了表的，他跟他五点出去，五点三十出。哎，哥洗了吗？好，原来他是个那八卦的个男人，他过分了。你可以把他看成个人，像女人说。我跟我爸 hold 不住雷达，这小孩，我。我今天他是啥？加完这回再装上，给我再减一回够，够回不了。你手机呢？你放哪里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头发长两块，我头发也掉了。现在我因为我头发长多块不？快，你减了一回，是不是减了？现在长两块呀？对，咱上次给我们这个人嗯，我下回放想换个发色。放个绿色，哎呀，没这绿的，我这回换黄色，我换个绿，换个绿也不黄的。嗯，我去年的头发比老师的头发还黄，我是漂的黄。找你来，那啥黑的黄？我说说话吗？我见他在见那么多人了，就是在那见不着那么哇塞的地方。亏了我了，嗯，谢谢。哎，我发现了，我前面不塌了，我之前我咋吹，我搁中间我往吹，它都是啪啪着的，放吧你。嗯。好自然，对，自然卷其实剪短发，
优点很大啊。这个小这就是利用咱们自己的优点给它放大，对吧？我感觉我只能用一下，这个顾客招人喜欢，对，你看这粉丝都夸你，顾客招人喜欢，他特性跟空罐差不多，对，在专业的人眼里面，你缺点也能变成优点，不专业的人眼里面你哪都不行，因为技术不行，啥都不行，对，完全是个人的毛病。对，漫画里面那个哎呀，那漫画的那个，好了，我死了啊，行不行？我看。你可以把我脸挡好。你其实你头发吹软，可以打点我的石，然后平常再放点光，是不？嗯。还有点自来水，不能那种化妆，稍微打一会儿你瘦了点，明天你见不着我啊！我起来，我得不卸妆。我起来洗个头，再化化妆，再吹干，再打水。那个就化妆。你再多受伤。这样干活了，这个人就是感觉没有点东西。哦，就是鲜花的大傻，咱光咋办了，是不？你找着脚了吗？我不想找着脚，我一点人都不行。你咋想的？我上楼下，我看完那个老太太，不行。现在心情还是太好了。嗯。心情好就跟他睡吧。嗯，对。嗯，结果了，你去接了，结果如果把他看见那个人说了那个话，我以为他自己都得气死。你叫你叫我，喝完沾面水，洗个头也能。你歇了吧。哦，你歇了吧。对，站起来，金刚想了那个。金刚走了，你看已经留的不注意啊，宝贝。边拨弄边揉合，厚的地方就多来几遍。嗯。哎呀，管啥子管你咋回事？他的头发如果说不是不够长，我就用不连接剪。不连接剪的话，就节省很多的时间。嗯，因为他头发不够长，有的地方短，就是上一次剪的有点有短的有长的，所以说不够均衡。好，咱们在头顶再剪一个去除啊，让头顶更蓬松一点。它头顶有一点点圆，啊，有一点点圆。咱们在头顶这个位置单独的给它剪短一点的脸颊，把这一个角给它去掉。别疼啊！好，给它剪一个反曲线，剪个去除，把这个角给它去掉。这样的话，头顶这一点头发它是短的。好，转过来。他是不是嗯，切过来的？他们切过来应该不会行。我把那个刀片用力的放在六把，反对，再刚刚六把，是吗？可是，刚刚你放那个去看，六把那个在那边，因为突然放脚跟放脚，就是反对。妈妈，妈妈，真的吗？你看看。我真讨厌。
一定要让它稍微空间感强烈一点，这样的话在家稍微一吹它就蓬松动感。再靠近把根两指位左右给它点就行，不规则的去给它点。空间感，可打可打可打。给挂了吧，把卡出去嘞。好，我给你摘的不一样，我要是接饭了，你接饭了，我还得创意。我不行，我知道，没住院了我。你明天上午先放上毛毯，先来，先等等，来的毛毯，让他吹毛就不吹，不动。
哎，现在挺难过的。哎，妈妈又给妈妈做了剪头发，妈妈又搭上了。真的好看，嗯，对，确实好看啊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它这些打完薄以后，一些磨磨碎碎的，你看它这个外线有点往外撅，对吧？这个撅起来也好看，保留它这个自然的感觉也是好看的。你要不想让它撅，就给它削掉也行。因为它这个头发是自然卷，给它削掉，过一段时间长出来它也是撅的，就是撅出来也好看。风格它会发生了一点点变化，撅的话是显得俏皮，漂亮，很漂亮，太行了，这个剪完之后它有型，公子美女长得漂亮，对，哎，圆润，是吗？好的，慢走啊，哥。好，再见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不少。我的梁老师，你现在又打好了。哎，这样来回的一拨弄，它是线条感，看到没有？对吧？和我学女发学费多少？你是学5天的研修班，还是学1个月的系统课呢？看你学多久啊？5天的研修班是1780，交100的定，可以送4个头模的。你把表面市场扫了。你可以点我头像找到我。在后台留下11位幸运。你把你的数字留在咱们这个屏幕上。如果说不方便的话，你就直接可以点一下我的头像找到我，在后台可以留下11位幸运数字。挂耳这个地方是到最后结果看一下还厚不厚，厚的话咱们再来一遍。挂耳这个地方一定是特殊的薄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挂耳的，很厚的话挂耳朵会闷会掉，但是要均匀，这里是要服贴，看一下这边都有一点点多，再来靠近根部啊，不靠近根部的话它这个量是拿不走的，一定要靠近根部打的。虽然他这个头发之前打过薄，但是只是打薄了发尾。你们有没有剪女士短发打薄不敢打里面，只是打发尾，有没有？有的话扣波有出来。如果你只是打发尾它会更翘，知道吧？如果说里面的头发也打一打，它就没有那么翘，要薄都薄，对吧？那学员讲吧，再一个学员讲，学员的讲，好，咱们把碎发吹一下，整理一下啊。九点半，一个愿意讲话的人了。
九点半。不，来了。今天干到十一点，今天给你们播到十一点，行不行？那谢谢老师，要是上来再谢谢。啊。那个妹妹，今天晚上干早餐的。哦。我吃了吧，哎，我赶紧爬两去接他呀！你别拉车痛了，赶紧给陪长上了。对，着急。过来别发票了，吃钱了，别发票了。没吃钱了，老妹。这是发菜发现。吃一碗酒吗？四个九碗酒。四个九碗酒。少吧，四个九碗酒。六个九碗酒。嗯，男人这个你四十四一万就不行了。他这碗工资到第二年，他一直都自己吹，也是这样。要是，我没给他吹到心。大风吹干，没有温室吹到心。好，我心里吹完。这样出去也行，这样出去。我问你，刘备来吧，吃吧。来，我这是山东目前唯一的专业培训女士发型的这个乱吹也好看，高级对，你看自然卷的优点多大，对吧？原老师的学员剪了正好一两百米的做的事，对对学员，然后是为什么收入那么高？一城市大，二店大，然后对，我无论技术好不好，真的，你刚才不是我吓到的，弄得来下点雨，你还玩啥？你吓到的都是吧？你看着吓到的都累吧？嗯，都吃四个九块九了，那得累。还重复了，还有长发剪短的啊，家人们一会儿，哎，家人们看一看。还有好几款发型啊，还有四款啊，但是还能减三款，还有一个预约的九点半。乱乱吹干也好看，对，是的。拍照。你打鸟的了，好嘞。林莎，没事，你看看老爷子。没事，骑个山玩是吧？我这个，我这两天吃了头皮要吗？那我肯定不费了，我站着。包括也是躺着费。这一线都一二十年没有给暖，你说人家可不都是一坐坐一晚上吗？哦，嗯，不也给他发红包吗？嗯，是，那都是这样。做完年线那不是这样。哎，第二天赶紧回来重新发。晚上回家得减肥一开始。看中间，我手都该吃了，要不一手都该塌了。对，你去年那不否我了？我去年说了一百零几斤的时候，姐都让我了。没坐上去啥？嗯，得今天没空了，上这得到明天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慢了，对。你看这个小姐姐的身材，你看这个小姐姐的身材，自在美艳，自在美艳，开始去。来了，我的手机来了。好看，人更好看。对，我们这没下雨，没下雨，这是谁？美美是吧？没下雨啊，美美。这个发型，怎么起的？还漂亮，这才是老板的样子。这个，
生活挣钱那么好，你一定必然我是带几波客人来吧。嗯，好的。提你的名，决定你。你叫你咋的了？我听你讲，我听你叫一展。我怕你咋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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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们这凉快了，然后应该是从你们那儿刮过来的。前面看一下。你前面有吗？这么长写文吧？写文在看吗？你现在镜子里面那张。不，看得见。嗯。开盲盒。嗯，对，开盲盒，我已经开过一个了。这个里面是小美女，小美女来这边来，宝贝，看着你的头发啊，妹妹，来，那边边坐静静那块，拍完照片咱就好了，宝贝，去吧。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对，好。离马远点，你过来，来。没事，还是我。啊，这个白了吗？这个白了吗？张玉毛都换了呗。换一个那个啥。好了吧。马上好，再最后一张照片。嗯，交这两天差了，肯定好，肯定好。七年，二十年，我小时候哪两年不算，二十五年。这个没错。这个能拍一张。其实这些发型剪完之后啊，都是按这个结果去剪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没有点赞的家人们，把赞往上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啊！咱们继续下一款。就是不太清楚。嗯，可以吧？好了，让美女看看，不然我们不知道效果。我们几个项目，上胸脯去。拿照片了，看吗？嗯，看到了，怎么的？看到了。好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个啊，闪亮。来，长发剪短啊，家人们，嗯。我的头发，这个客人的头发很少啊。对，顺着。哎，我后脑勺的血比较好。对，后脑勺特别平，头发特别少，少过。哦，你等一年了，你等我，三天都看不到，三天都没有了。剪短，对，干了。那你直接做窗户去了。万一快来咋的？什么？嗯嗯。今天怎么样？小心点水。不老点点，你不用找。哎，差不多吧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再看，你再看，接话，接话，接话。姐，他长得太过分了，你拿一个猜一个。嗯哼。好好好，嗯。在这儿戴环保，要不戴掉了。那哈了一年多呢。是好看。嗯。他是特别适合短头发，是不？嗯。待会儿改你了，一会儿。待会儿改你，改你点了。你剪几撮发给上下班。七十撮。嗯。你看吧，我要不挣，我要是今年不挣个钱了吧，多少钱？下年要挣千八百万。剪完这个头发，下年必须千八百万。嗯，那你进钱了，收多少不多？这么多，你是千百万的？嗯，千多的就完了。哎，剩下的就不捏一下吧，剩下的我捡个那个七岁的，千岁的那个吧。
让他稍微。但是你把你送毛给代替了，但是我留下去的收拾。帮忙盖一下吧，这些。哎，对。对，他看看大。我咋整能接受？嗯。你不能跳房，不能少，很平啊，家人们可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真品，嗯，真品，有作品，来来来，看，离远一点就看，咋的咋的，我现在不知道回来了，没事，我摸一下，你看，啊，没事，不能摸，来，这是个啥？看一下这真品，没有真品，准备真品，好，你不要跟那个老师说，哎，你用，好，来，金燕老师，没事。这个剪什么发型？咱们大家觉得它比较适合什么发型，家人们？咱们大家觉得它比较适合什么发型，家人们？咱们一起把它给剪了，好吧？重新剪出来。首先，波波发不可以，对吧？像他这种偏圆一点的圆脸，对吧？而且枕骨比较扁平，要增加头顶的高度，减少两侧的宽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你现在脑海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个画面呢？到底剪什么发型比较好？刮短发，哎，对，刮短发就可以。梳子是什么梳子？是专业短发梳，看一下，两侧两边都可以去分，看一下。想要了解的后台留下十一位幸运听众啊。好，继续啊，咱们从发际线向上三指位，发际线向上找到它的发际线啊，向上三指位这个位置，给它往后分，那个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弄上，这样不行，来，来，来，现在开始，好，听过来，看不到，哦，原来是拍这两个那啥。那个说的太难受不？啥？这会儿你们没信号，数不到。嗯。看一下咱们分的时候往下分一分。他这个其实他，你这个枕骨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它不光平，它还往里凹。你不凹也不凹吧，你不凸也不凸吧，你别往里凹，别往里凹有。还夹着呢。让我下班了，让我先休息。妈妈。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我吧，关注往上点一点。红心往上点一点啊，家人们，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点到一万，好吧？这是落地实战技术，对吧？看一下实不实战，家人们落不落地啊？好，低一下头。它不适合特别长的外线，对吗？咱们把外线短一点点。对于咱们大家来说，是不是一个挑战，家人们？好。走，定一下外线长度，先定一个方形。接下来剪掉，走，
在发际线向下两指位左右，两指位左右啊。要不要徒弟？要，你来吧。好，从发根出下来，剪掉，跟随头型，剪一个方形就可以。好，咱们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它是不连接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在底区这个位置，水平地面给它拉出来，剪一个高堆积。跟我的镜头一样吗？这样行吗？这样你还得看一下，你不看一下不行。好，看一下，从发根梳出来。好，水平地面齐了，垂直地面的一个切口要剪掉。你看得见吗，家人？看不见是吧？杨老师，我这样行吗，家人们？剪一个直线切口。好，继续转。这样看得见。收出来。怎么样？我脑勺是不是特别平？这样看得见吗，梁老师？嗯。看看，这样看得清吗？看得见。剪什么发型？剪一款短发啊，可以挂，可以不挂。好，走，跟随头型走。转。剪圆去除啊。你看行吗？可以。李艾老师真棒，梅梅夸你了。我谢谢梅梅，梅梅正，梅梅说话我可喜欢。好，走。是的，后脑勺非常平，而且有点黄脸哦。但是靠冉老师，靠咱们冉老师的裁剪技术，剪完之后会是圆的，偏圆一点。只要不摸是感觉不出来，看不来的，看着就是很饱满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见证奇迹的时刻一会就到了啊！哎，就累得我没吃饭，说都不可以了是吧？那、啊、可以是吧？可以了就行了。好，这边，右边，这角度，要不从往这来？可以，能看得到。在这边吧，给家人们挑个机位。晕了都。动能发财的小手，晕不了。晕不了。哎，动能发财的小手、啊。把关注往上点一点啊，家人们。从发根梳出来。引导线有点少，多出点引导线。把找到引导线剪。好，走。像这种发型，你们是平时是看不到的啊。像这种平时是看不到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骨骼，对吧？就是骨骼修正。好，走。转。美慧，别看手机了，玩会。美慧，听话，宝贝儿，真棒！哎呀，佳慧还有近视。不要摇手，好吧？哎，手机放那儿吧，你让它放歇一会儿。好，跟随头型走。纵向剪完以后，横向检查。
抹一下。别看了，张飞，有句话吗？张飞，抹圆，修一下。好，转过来。打磨一下。好，打磨好了以后，它两侧是宽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咱们在这儿做一个骨骼修正，左歪一点。好，把上面把下面头往上提，把上面头往下压，就在这个地方给它剪掉一厘米左右，这里的头发让它少一点，稍微往里收一点啊。好，走。剪掉，但是一定要保留咱们的底线，不要把底线给剪短，单独的把这个地方剪一下。好，绕一下。哎，染一下头，咱们把这个外线剪一下，找到咱们的颈点位置，从颈点往上走，剪一个圆形的外线。转过来，把这下面的小碎发剪一剪。好，咱们把后区剪完以后，上面头发落下来。好，如果说咱们想把这个地方让它饱满一点，对不对？枕骨这个地方发量让它多一点，它就饱满一点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给它往里收。那这里收，这里饱满，也就是说这里短，这里长，对吧？选择什么分线，家人们？这里短，这里长，要选择什么分线？是不是形向后的一个分线？知道，对吧？形向后分啊。好，剪住。第一片以下面为引导梳下来，从发根梳下来。好，45度提拉，看一下啊。以下面为引导，比下面长出一厘米左右，锯齿切口，看一下，锯齿切口，看到没有？往后走圆，跟随头型走。好，梳下来，看一下这个长度，稍微有一点点长，咱们再短一点，学会预留一点长度啊，这里有一点点长。好，放下来看一下。好，可以继续走，斜向后分。那么咱们现在第二片比第一片向上提升一点角度就可以。好，找到第一片的引导线，锯齿角度慢慢往上提升。
走，坐下来看一下，观察一下。好，可以再继续，斜向后。好，再往上提升一点角度，点掉，走，跟随咱们的分线走圆修紧。美慧、佳慧，你俩不听话是吗？把手机都拿过来。好的。机器多少？你说啊，角度往上提升。再来一下。找到引导线，剪。角度是一点点往上提升的啊。好，稍微拨弄一下，让它恢复一下张力。咱们看一下堆积落点。好，看一下，现在有了优线了，对吧？继续这边，斜向后。最主要的，让你们看一下实战，对吧？好，45度。同样也是45度啊，不连接，对，不连接，比下面长出1厘米，1到2厘米左右就可以。好，走。如果是长的话，可以再短一点。我来来带走。走。往下来。那是有一点点长。手机放大啊！手机放大，妈妈有用的。对，好，走，拜拜，早点睡哈。10点必须睡觉啊。好，不能天天熬夜。继续写下后。没有办法了吧？没有，没吃了。幸亏我们提前吃了一点。走。慢慢往上提升角度，好，继续往上拉，再往上提升角度。锯齿切口剪的呢比较柔和自然。好，横向的剪完以后，咱们再纵向的进行修剪。转过来。纵向的修剪，把上面这个角给它磨掉，不磨角的话，上面它不够动感。好，提拉起来看一下，上面这里有个上角，看到没有？再拉一下马尾。好，好，看一下啊，提拉起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上角，给它抹圆。好，把这个角一拿走，一点放射，它的整个头都是扁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咱们让它头顶的这个地方更圆润，蓬松一点点。走。好。一点放射剪就可以。拉高。水平地面向上一点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剪圆的话，以头皮为参照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垂直头皮起了。啊，给它把这个角给抹掉。看一下，嗯，看不到了，是吧？
好，看一下。老铁们看一下，是不是从凹陷变为饱满了？是不是？是吧？没看来了吧？对，老铁们看一下，给咱老师扣波666出来。虽然说666过时了，但是扣波一也行。好，咱们从咱们的退化点这个位置开始分啊，从这儿开始分水平分。那他的脸型比较适合收紧两侧，对吧？头顶让它蓬松一点，所以说两侧这个位置咱们用不连接的方法进行裁剪。感谢小星星扣的666啊，感谢梅梅扣的666啊，感谢平凡，感谢照相馆扣的666啊。走，往下。减少两侧的宽度，增加头顶的高度。那怎么要减少两侧的宽度？好，咱们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鬓角这个位置拉高角度，以后面为引导，看一下它旁边这里后面为引导线啊，往上梳。好，以后面为引导，首位摆一个前低后高的首位，给它剪掉。好，梳下来。好，看一下，因为角度偏高，梳下来以后这个地方长，对吧？咱们就挂在耳朵后面，看一下。挂在耳朵后面呢，与后面这里进行连接，看一下，给它剪掉，上扬。给它连一下就可以，好，放下来。这边平时另一边，你在其他的啊，平时直播的时候你们看不到这样的落地实战技术啊，家人们，在其他直播间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继续走，这一边同样也是以后面为引导。什么要上拉高角度啊？什么要落地实战？什么样的头型、什么样的脸型、什么样的发质、发料啊，都能剪，都能剪出好看的发型才可以啊！都是美女，你一刀切，你随便剪，是不是啊？剪一刀齐，它也是好看的。然后头发只有头发头型不好的时候，然后咱们剪出来好看、高级感，这才是落地实战技术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，咱们再挂耳朵后面，来与后面连接，上扬修剪。作为一个非常优秀合格的老师的话，是不能去挑头型、脸型、发质、发量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。好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点点关注啊！把关注往上顶一顶。好，那么咱们这边水平分啊，薄薄的一层，给它定一下引导线。好，咱们水平给它分。来看一下薄薄的一层水平分线，梳理过去。好，那么咱们这一片的话，直接与后面进行连接，看一下锯齿切口，走，来与后面连接就可以。提高一点，我还手机，我拿一个手机来，给你照顾不住家人。这边两边都一样啊，照顾不住家人们打字啊。先定一个引导线，与后面连接。好，看一下降低角度啊，45度就可以，锯齿切口。好，先定一个平着的引导线啊。能看得见吗，家人们？好，过来。头顶的头发，往前低。头顶的头发往正前给它梳过来。好，那么咱们给它脸型偏圆，咱们给它剪那种不规则的刘海，给他把脸型拉长一点，对吧？不能剪那些规则的啊。如果想修饰脸型，脸型从视觉上面发生改变的话，就要剪不规则的。
是的。如果很规则的话，剪完以后就体现出他原来的脸型的感觉啊。这样看得清吗，家人们？好，那么咱们把这个长度定在鼻尖位置，先剪一个方形。对，大大阔阔的剪了。对，剪完以后，咱们以后面为引导，给它往前走。引导线来了，从后面出来的引导线啊，家人们。把这个中间的发片分出来。好，往上拉高，后面这里为引导。这样看得清吗，冉老师？是平行的。好，可以。找到这一根引导线，好，剪掉。往前走，剪掉。走，剪到底线这个位置就不用剪了啊。好，那么咱们把这个引导线往一边一半，我要保留刘海的长度，所以说第一片原位，找到下点，找到上点，好，跟它曲线连接就可以。第一片原位，第二片呢往后靠片修剪。往后靠，放长前面，对，后面饱满了是吧？还没剪完那个好看，剪完一吹干再打薄一修饰更好看。这边头发不多啊，他头发不多，你看一下露头皮了，头发很软。这样可以吗，冉老师？头发很细，这个机会行吗？你看一下。可以，能看得见。从发根梳出来，看一下引导线在这儿，剪掉，对吧？我们已经上面有了引导线，下面也有了引导线，哎，更方便修剪。好，咱们把头发往前梳，拿走。往前梳过来以后，咱们前面这个位置啊，给它剪一些破碎的这个刘海，从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剪短一点。无名指一定动吗？我看无名指一定要动吗？拿梳子的那只手，拿梳子的这只手，无名指拿梳子的那个，好了吗？好，你说的问题我没看懂啊，家人们，说清楚一点。好，比第一刀长出一指位左右，走。好，这里同样也是，比第二片长出一指位左右，楼梯状的啊，不规则的。好，这边同样也是比第一片长一指位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刘海先这么长，咱们吹干以后再修啊。哇，瞬间显得脸也小了，然后更时尚更真的。好看。无名指一定要动吗？拿梳子那只手，梳子的无名指啊，无名指可以动可以不动啊。横向低角度连剪的时候，这是加法片的手还是无名还是拿梳子的手啊？感谢汤姆点亮灯牌啊！是这个意思吗，家人们？这个左手是不是啊？无名指，哎，无名指，中指，无名指，这只手，这个是无名指，家人们。可以动可以不动啊，无名指其实有些时候是有用，一般情况下有用的时候不多。无名指作用不大啊。
后区是三比一还是二比二？后区是三比以上，二比二以下。来一点来。高中生了是吧？哎，小姐姐，你闺蜜说你上高中生了。你上高中生？就是。他也减减龄了。而且白头发不会露得那么明显了，他这扎着把白头发都露出来了，短发之后往前来盖着，染不了那么频繁了。啊，不客气啊，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，点点关注啊。直播间里面这个，然后把咱们的赞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。这么多人，就这一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60个人，一个人点50下都多少了，对吧？把赞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。落地吧，家人们，哎，把免费的小心心戳一戳啊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然后。咱们接着干啊，不点赞接着就那啥了，关播了啊，家人们。还有一位美女啊，还一位美女，讲完一位了，还有一位或者两位，那一位不确定了，没回信，看一下美女啊，美女打招呼，哎，得看没有，待会还有一个长发美女啊，帅哥，还有长发美女呀，到了，回来了，还有帅哥来了没有，帅哥在外面。嗯，谢老师，不用谢啊，不用谢。好腻啊！我赶紧站上，你要发他先说了。那你们嘴结完之后，发他先说了。他变化大。嗯。超话现在就变化大。我以为你现在上高中生的地方。我搁现在上号就蹬公交车，一辆自由过。为啥？这不是过马路。我坐在这儿，还坐在这儿也嗨。你说的是吹风机吗，汤姆？是吹风机吗？已经把吹风机上车了。吹风机简直太好了，我上吹风机了。啊，这吹风机是那个其他品牌没法说呀，这个是某康。先打薄，把厚的地方打一下啊，全是干货，对，一下头。好干货。把这里看一下，给它贴着根部给它打。动动你们发财的手啊，把赞往上顶一点。看这些收紧的地方，贴着根部打。收紧的地方贴根的，好，上面的头发都把干慢慢的移动至发尾，不能开车了，不能开车。你们不太完全了。啥？年龄小，不能开车。你是十八了？那啥？我不行。啊？你不行，不能开车。没事，那好。你那么想，我就能给你。嗯。
那个啥呀？今天他说了啥颜色？他皮肤白，然后没有改办法的话是适合颜色不多。很差噻。嗯，皮肤白反正是适合颜色不多。不是你要人把我卖了，你们直接付，我们就吃不出去。哎，现在我都垮了。那拍卖回来。你把我拍卖，这个他把我拍卖了，我也没人要。我感觉要，不要五十万，要一千。没人要，你要，人家他一个吃的受不了。你要，你买，你只要能要他就行，我就买。找个车，把车换了。然后是，他说换车没换，人家都换了，换个小鹏 P 七，续航700多的，700多公里的续航。而且换的是剪刀门，那个门是往上的。我自从在这干活以后啊，你浑身疼，我肌肉疼。我俺们这你传染了，啥不得？不是吧？是吧？嗯，妈，俺妈那个。菏泽市天润府啊，菏泽市人民路天润。这隔岸家怎么着一直快？一下就慢。烫一下吧，烫一下。对，烫一下效果好。烫一下效果更好，太服帖了，是后面很平啊，可以烫里面烫个隐形的，上面烫个烫型不烫卷的。直接烫型不烫卷。哎。烫卷不？稍微微烫。我稍微烫一下。可以了，可以烫。我这大金人一去不返。要不我给你发张票去吗？对呀。你要不给你发一个礼吗？对呀。不，你有事有啊？那你在直播间里看那个。哦，这不是假的，这个可以全程就见到。把他打电话来，把他媳妇卖了。他问我那个结婚了，我咱结交的了。哎，你要估计早点吧。他没的，他看了，他看了，他是走了。对，在哪里？他还用他吗？把他踢出去。有点过分。对，有点过分。我还没，我的陈总跟咱陈总交完了，咱再走走的，我一起看吧。我米粮等他，你给他吃了，他真过分。我们原本以为他很那个啥子呢，我们不看到几个人。哎，那个水果你说，我以为你说那个几个人看完他们俩就是也是好好把握吧。我吃点子，你说我吃点子，我自己吃喝我都不知道，洗衣服一天给一天，洗衣服也是。
嗯，是无痕牙剪啊，无痕牙剪。生气，很生气。嗯，到了环境反日常。嗯，那我刚刚是连着气了。嗯。被他炒菜了。他被那个炒什么玩意儿？就是那个。对呀，那个你妈妈呢？你叫俺你在家没事？俺他妈操，在家没。嗯。在家。哎呀，你也来了。在家大会也没他俩那个。我不能再叫了，我得听你的哟，我再叫都吃了。你这多给我交费？嗯，我刚话的给我交费，他说。嗯。没准你也今天你也不上班。哎呀！嗯，妈妈。从耳上眼开始，从这儿开始给他往下。我给你那个宝宝吸透了，咱从眼睛把所有毛细把那吸透，我好注意。嗯，你像我媳妇天天帮我，我都是自己吸，就是说另外那人我自己吸吧。好吧，嗯，眼睛吧，妈妈拿到吧。思思游泳，重庆吗？不是重庆啊，不是重庆，山东菏泽。山东菏泽。山东菏泽。嗯。不是山东，不是重庆，重庆，这家是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前面啊，前面的头顶的头发，想让它动感的破碎一点，太厚的话它是没办法动感。这一块咱们再给它短一点，好，再继续这边，每一片比上一片长一指，长一点就可以。哦，今天可不行。嗯。今天是金，是金。嗯，做好没有？做好没有？嗯。
凑合吗？你不是凑合不就凑合吗？有点特别抠，我手还是，我想那个嘴巴不。我就太厉害了，你啥都会，还有球都会。稍微，他那个节目今天给发了一个，啊，一个男的。天仙。嗯。再送个销售吧。再送个销售吧，你说，你不讲完还得写。对。七块钱。再快收些感觉。八。啊，多少钱？嗯。你们拿多少钱？唱歌，张嘴拉回。你不带了，也不用带了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嗯。那什么，你收票了？这化妆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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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顶也是比较扁的，然后咱们在头顶这个位置。做一个去除，拉出来，看一下，把头顶这个角给它去掉，看到没有？一般这样的组合，它的头顶呢都是扁形的，所以说想让头顶动感，咱们再单独的在头顶这个位置做一个去除，一点放射做一圈。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很动感，对吧？增加头顶的高度，显得高级一点。你要拉起来，你这个发片呢，它是薄的、柔的才可以，它才能产生动感，让它破碎一点。头顶的这个位置破碎一点没关系啊，你看这拎起来以后，它这个发尾是柔的。稍微低下头，咱们现在修一下后面。
别的话是没事的，不要话，两个天气。别搞，你别这样，好的话别吹，嗯，对啊，好话别吹。明天老师，你在那个垫子里面拍的视频呢？嗯，在垫子里面拍的视频。垫子里面。涂黑眼睑去量是15%了啊，有问题的想问问题的在后台留下你的幸运数字啊，11位幸运数字。别人看不见，看人了，我拿完手机，拿完就走。在吗？不接嘞，不接嘞。念错了，他反了，先去看一下。妈，给他看那边。好吧。那我再拿个头发吧，给他。拿个头发来，烫头发，烫头发。那整整的烫。下着了吧？我拍照，不清楚，不清楚。看一下。我做文学也是没事了。嗯。然后你过来看看吧。大家期待了。嗯，期待了。都升级了。嗯。好吗？嗯。这时候从大风吹干一会儿。嗯。那睡完觉肯定不变。
比长发好看，对。那就不是，那是软的。比他扎头发好看，对吧？他扎头发，然后把所有的脸部都长发好看，对，是的。感谢这个浩梦云斌啊。对啊，我跟这里一样啊，我跟那个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你刚才上床，他上床去了。你把眼镜先摘下来，我给你看咋戴眼镜。你戴在你头发的外面，先把头发揪过去。对，把头发让它在里面。哎，对，这样还不翘。不然的话，那咋行？后脑勺是非常扁平的啊，家人们，已经尽力了，对，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。确实，很久。咋睡？因为明天可以失眠演的老婆，失眠演的。就是你咋睡啊？俺在咱家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不行。我也没有啊，扭一扭，左右扭一扭。对，好，再扭一扭。哎呀，好。我直接说，就哗的变成这样。是吗？然后就应该是有点啥了，嗯，稍微低一点，再抬一点点，好，扭一扭吧，哎，好，好，往前挣钱看，稍微低一点点，稍微低一点点，好的，往前看，对，会啊，好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啊，把红心往上点一点，红心点了一万，加加油啊，家人们，红心点了一万，还有一位美女啊，还有一位美女，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对，长得最漂亮的一个要上场了，和韩红差不多。哎，像韩红老师。体格和韩红这一点更像啊，对吧？哎，真像，那长得真，你说真像。红姐。不能让他们装上就反着戴。嗯，装过来的话，对对对，有点像是吧？就是粉丝的眼睛雪亮了。他这一款发型是可以挂耳、可以露耳的啊，挂耳、露耳都。来这边来一下，宝贝。连起。来，把你拍进去了。哎，来看一下，像这种生活当中扁平骨骼怎么剪，难度偏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像咱们这种方法去裁剪就可以，二分区不连接是比较实用的，对吧？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赞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，红心不要停，你这离一万也太远了吧，家人们，我都一直没有停，你们就在那儿一直看吗？点一点，家人们，动动你们发财的手啊，那个发财的手不能动，你动了以后你要停了怎么发财，家人们，不能停啊，动动你们发财的手啊，不敢抖一抖。感谢小青给主播点的赞，感谢丽萍美发中心给主播点的赞，感谢啊，把赞往上点一点。感谢家人们给主播点的赞啊，感谢，把赞往上点一点。还有一位美女啊，你们想看的家人们把赞点一点。没有亮灯牌的家人们亮一下灯牌，直播的时候会有直播推送啊。好了，冉老师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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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欺骗人的一种方法。哎呀，那这个咱都有心思，跟您打台牌，朋友都开心了，不相信去。我也吃了吧。他怎么讲？然后跟那啥吧。嗯，你看他，你找他了，广场。这燕雉在这边。好的，燕子，燕子，让他们数据分析。对，一分钟点上吧。然后啥？捏手推。然后我在实体下看。啊。重新倒水，然后呢，瞬间没电了。红心不要停，家人们。不要停啊！现在剪一款那个长波波画，比波波画短一点。三个，有两个，三个。
好，咱们继续啊，家人们。咱们先分析发质，剪发型之前先看一下发质，看一下它怎么，看一下它怎么，是不是有一点点自然卷的感觉，有一点弯，看到没有？像这样的发质啊，不适合高层次，要剪个低层次就可以了。而且呢，看到这个。也一定要保住咱们底线的量感，如果底线很薄的话，它也会乱的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所以说咱们要保住底线的量感，然后在顶区这个区块、动感区这个区块给它减一点点层次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对。你看，那这样的头发，可以做柔顺。做顺直，是不是？今天你洗完咋搞的嘛？啊，你这健身那咋不搞？没事，你们咋洗？没事，洗干净。来，我全晾上。好了，来，过来，那你呢？其实我已经发了。哦。好，没有点赞的家人们，把赞往上点一点，把红心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，红心这么少，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好，继续啊，找到咱们的自然垂落点，从自然垂落点位置分到咱们的耳后点。它后区侧区的发量比较少，看到没有？侧后区的发量比较多，那么咱们在后区做一个不连接。这箱子我再录一下，录一下。不管了，别管哈，咱们录呗。前后分开。没有拍线上课的家人们，拍线上课啊，线上课里面一些商业发型都有，都是比较实战的一些发型，落地实用的一些方法。找到自然垂落点，分到咱们的耳后点。前后分开。这样子来。嘘。行啊，你画面还是八字的。咱们从这一边的耳上。感谢家人们给主播点的赞啊！从这一边的耳上点分到另一边的耳上点。没有亮灯牌的家人们点亮一下灯牌啊，把灯牌往上亮一亮。向回，谢谢，把你拍进去了。过来。小孩不能出镜。对，是的，小孩出镜放炮。线上课在哪？线上课，你这个没弄上去。后台连那个啥，后台留下你的。十一位幸运数字就可以了，待会儿我给你那啥。现在这里不方便说，家人们。后台留下你的十一位幸运数字。好，稍微低一下。不换了，我赢。好，从发根处梳下来。放长一点，搭肩的位置啊，给它剪掉。继续跟随头型进行修剪直线就可以。跟随头型走啊。好。定好长度以后，从中间分开，好，往两边扒，划个 C， 把里面的内角去掉，看一下，去一下内角，这边同样也是划 C， 去个内角。这边
剪什么发型？剪长波波发啊，比锁骨发短一点。好，转过来，两边的内角都给它去一下。去完内角以后，咱们直接拉高角度，以两边的长度为引导啊，给它梳上来，从下往上梳啊，因为角度高了，对吧？以两边，以这里为引导，把中间多余的给剪掉，不是三指位啊，是五指位了都，发际线往下五指位啊。走，看一下，以两边为引导啊，直线剪一个方形的去除，好，提拉起来，剪掉，剪掉，这样剪完以后底线没有那么厚重，比较的柔。好，继续上面头发放下来，梳下来。稍微低一下头，好，给它梳理下来，从发根处梳下来啊，一定要无张力拉发片，找到引导线在这儿，好，剪掉，继续梳理下来，走，找到下面引导线剪啊，继续。转动，剪掉，好，这样剪完以后，咱们在自然垂落点这个位置，在这个点这个位置取出来一梳头发。你录着呢是吧？嗯，没，我看一下，你走神儿。哎，把头发梳好。来，我就是看就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整个发型的一半在这里，对吧？好，再往下一半的一半在这里，那么咱们让它层次稍微低一点点。因为它头发轻微自然卷是吧，咱们就放长一点，稍微让它低一点，剪掉。经过咱们打薄调亮，它还会往上回弹，明白吗？一定要预留长度啊。好，继续转过来。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。好，那么现在咱们一点方式进行修剪。好，往上拉高角度，看得清吗？对，从发根处梳出来啊，咱们提拉至上45度，看一下这个角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给它剪，剪完以后，咱们再往下降低角度，走曲线就行了。看一下，把这个角给它磨掉，不要管下面啊，看一下，剪一个曲线的切口。但是呢，咱们上面的这一块这个区块的头发，它的底线保留的也是很厚啊，底线也是保留的很厚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个角，这里有个角，咱们要保留住啊，因为它这个头发有点卷，有点弯，所以说咱们要保留一定的量感，在保留量感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剪层次。好，继续下一片，第二片。继续往上走，就剪掉一点点的层次就可以，层次不要太大。继续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把红心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好，从发根处梳出来，找到引导线，剪抹圆就可以。好，抹圆。看一下，它是有点往里包的一种感觉。
好，继续，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红心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给主播点的赞。继续啊，往上走，看一下这种长波波发，而且头发有一点点，它不是一点点的自然卷啊，它后面头发卷的比较狠，两侧还可以，可能是扎头发的原因，所以说咱们在剪层次的时候不要太薄了。好，继续，头顶这个地方咱们给它做轻一点，让它胖一点，但是底区要重一点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变卷变翘，对吧？好，走，一点放式，跟随头型进行修剪就可以。用发根梳，好，找到引导线，走，抹圆，好，后区剪完以后，咱们来到侧区，能不能立远一点？太近了，动不动，别那么近，那贴脸上了嘛就。层次不合底线连啊，不合底线连，就去了，这么多的一个层次，下面基本上都没有剪到啊。低层次，好，咱们现在侧区位置以后区为引导。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。从发根处梳出来，以下面为引导。你看那边去拍，它就挡住了。来，自己不会找角度啊，从发根处梳出来，找到引导线啊，看一下，剪掉，继续走，往这转过来，跟随头型走，好，看一下，刚好在搭肩的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边转过来，这次提拉多少度？上45度啊，上45度。好，继续走两侧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调好机位，还有我的手机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找到引导线。梳下来0度啊，找到引导线剪。继续剪，跟随头型走，剪一个随头方。哎呀妈呀，剪手了，剪来中。哎呦天哪，让我试，冲一下，冲一下，谁冲一下？有上来吗？有，啊，哪位？跟我们讲过，不吃饭，是不是那个？剪刀太快了吗？拿一下，拿走。嗯，学员不在吗？学员今天光说话了，没看剪刀。对，这很正常，这个事情是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脚上都能。擦干，擦干。没事，最后再换。谢谢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，谢谢，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没事，走，继续。今天刚拿到一把新的。那个放昨天直播放楼上了，又拿楼下又放了一把新的。好，咱们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可以直立分法片剪，往后靠片剪也是可以的。美人鱼说：“我天天剪手，天天剪就不行了。”天天剪就不行了，偶尔剪一次。我都多久没剪手了？我都有好几年没剪手了。我有一年多没剪手了。好，我不想再剪了。梁老师好几年没剪了，剪一下就剪了。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！看一下我是怎么分的。一点放射分的啊，以后面为引导，好，给它拉出来，
从发根输出来原位就可以。好，找到后面的引导线，看到没有？剪，剪圆，点个曲线。好，继续，再往前分，走，一点放射啊，斜向前，这就一点放射分的啊。引导线有点少，咱们再多分一点。看一下咱们剪长发的时候，发片多一点，发片厚一点，不要太薄了。啊，看一下在这儿剪不掉多少，就一点点。看一下，那么下面咱们就不用剪了，上面就剪一点点，下面都剪不到了。好，继续这一边。同样一点放射啊，看一下从这个点开始给它分过来。好，走，往上走，往上拉高，以后面为引导，在这儿剪掉。一年，走。哇。剪掉，再继续。要不然他把这个吃完吧？对吧？要不然明天他都两倍了。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点关注啊！把关注往上顶一顶。开始了，谢谢朋友。看一下引导线在这儿，剪掉。来，谢谢。嗯，放在那吗？拿一盘子。没事，拍了线上课啊，对，是的，你说的是对的，就是在那里面去看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剪脸极限的一个层次。店在哪儿？关注了，在山东菏泽啊，山东菏泽，家人们。嘘，小点声音，好宝贝。剪刀真快，那一块肉都快掉了，等一下。不吃。那是老这边的。好，来，咱们大家看一下啊，斜向后分，薄薄的一片啊，从退化点位置开始分，往前带，往前提拉。看一下这里有个角，对吧？咱们保留这个底线，给它剪掉就可以了。我不吃，你喜欢吗？直接剪一个大切口啊！走，往前带，看一下，以下面为引导给它剪掉。好，那么上面的头发咱们延续上去，看，剪不掉多少啊？再继续斜向后飞，往前拉，定点提拉，等一下，把这些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。谢谢，不用谢。好，剪不到就可以了。这边。馋肉了，美女好漂亮。对呀，咱们家美女，咱们家顾客都是美女，技术好了以后，你家顾客也是美女，对吧？啥都不要考虑，啥都不要想，把技术搞好。好，因为你要从头顶开始分，因为他这个头发特别少，看到没有？咱们先从退化点这个位置给他分，分完以后再从刘海开始分就行了啊。看一下，往前拉，走，怎么分都是可以的啊。你只要能给他剪出来这种感觉，咋分都行，他没有一个必须要怎么去这么分的那一种，对吧？你只要能剪出来效果，
怎么分都是可以的，家人们。好，继续走。你不分剪出来这种效果也行，对吧？一刀给它拉过来干掉就可以。继续分过去，往前看一下，多余的长的剪掉。谢谢。你把那个小的给我吗？没事，小孩。好，给它往前带，把这给它抹掉，多余的剪掉就可以。女发比男发难，对。这俩宝贝是这美女的啊，不是这美女的，是另外两个美女。对对对，这美女没结婚呢。啊、哦，结吧。啊，不是，不是说那么多，别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再来，你找哪个一个？你再找一个国家呀，什么？你们家后来找了什么？好，咱们往后带，磨脚。哎，爸爸，哪个呀？我俩没写。哎，那你后面你不说吗？你说来，坐沙发上，把脚抬起来。我比你，我都差一点点，管不着。来，你再来吧。这个层数一点点减，减一点点层次，层次不多啊。别吃了你，那都不吃了。吹干打薄调亮滑剪啊，辛芷蕾同款的，对，以前是辛芷蕾同款。
音乐老师，嗯，给我拿个创可贴，嗯，粘头上。哈哈哈哈哈！不会粘啊？我把它自己管理。吃饭了，你回去吃饭。我们拿去。冒险吗？是冒险的。冒险，咱是不是？我大黄的，昨天在监控地面，完了，昨天在监控地面玩张飞，不一样。哎，我的桌子，我的前桌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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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咱们打一下包调料啊，你看发料很多的。绝对醉。
看一下啊，头发发量很多的，底区位置根部，离根部2到3厘米啊。刚还行，刚还行，谢谢，谢谢美女。对，发量厚厚的，发质呢粗粗的。发根和发尾啊，没关系，是康什么的，你们都知道的啊，我一说这名字你就知道。到了这个位置离发根远一点，好吗？这叫什么发型？这叫齐肩发，也可以叫长波波发，都是可以的。肩膀的位置齐肩发都可以。中文名字叫齐肩发，英文名字叫 Number。Number 对 ，Long Bob， 是长波波发。简称 Number， 家人们。因为里面那个长不是 Long 吗 ？Long， 对，爆波就是短啊短发的意思啊，波波发 ，Number。好嘞，上面这一层靠近发尾。越往上越靠近发尾啊！哎呀，我给你吗？Yeah.
再短一点吧，比较长。刘海的话，你们应该短一点，反方向提了啊。咱们把这刘海给它铺出来。你让小腿长。反方向拉，稍微给它短一点。好，再往上高角度拉，低角度去长度，高角度去亮感。看一下，瞬间就薄了，对吧？这边也是反方向啊，以这边为引导。反方向，低角度去长度，高角度去亮感。吹一下，咱们用胖胖剪给它调一个线条。做好做好，你谢谢了啊，谢谢啊，谢谢我，谢谢，谢谢什么？谢谢什么？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赞往上点点，家人们。这个猫爪直播间里面赞这么少，家人赶紧上桌了，别哭。啊，感谢一美创染工作室啊，点赞没有停过，谢谢。点赞点的久了也很累了啊，谢谢大家。
你真的是吧？你怎么那么……你很重啊，你把。
我来把上面这一层给它削成羽毛状。我说你可聊，我说姑娘看没事，吃着不太冷。22度，22度，啊，现在是23度，太好了，待会骑摩托车还得冷。这样你不复扎的头皮吗？轻松了不少啊，轻松不少。给你整关了，加关了。弟弟，弟弟这么严是吧？今天都在饭店玩去了，给他穿上了。你上去连个保证金都取不完，没水。吃完这饭没？哎呀，对，漂亮，哎。有牛下肚，哇，对，它牛，反正牛，哎，好的，线条做完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对，哎，往前看就行，爱谁谁的表情，爱谁谁的，谁不了，主要是，嗯。这线条做完以后，无论它怎么弄，
我倒是有线条感。来，后面来一下。嗯。后面。后面什么？后面来一下。跟着你前途无量，跟着我前途无量。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啊！我把镜头改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后面线条我让你们看一下啊，我把它镜头改一下。对不起啊。头顶层是顶区和底区是不连接的啊，底区做了一点点的去除。忙到十一点了，对。大家你学习也辛苦了啊。那剪开吧，这个啊，都剪开。你看看有没有？有没有带上？看不见是吧？就从那边。嗯。嗯，不剪。嗯，甩甩头发，摇摇头，哎，对，哦，再低头甩一下，对对对，哦，太疼，好的。刚才那个客人姓林，嗯，哪个客人？有认识你，认识你，没有错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，认错，好了没？哇塞了没？这我们幸运，是吧？幸好有个有两个头发，啊，对。自己洗完头特别晚，你回来有时间做一个乳霜最好了，给它顺治一点。后边有点晚，长了。长这个让我这个。就是那天我头顶会不会疼？不长痱的没事，一使水都会。在医院去吹。我是我洗了以后，然后吹干，然后就翻方向吹。嗯。是吗？嗯，是吧？我可以把头发弄凹到后面。可以，可以，凹到后面也可以。嗯，对，好看，对，好看。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啊！屏幕上方关注点一点。家人们，我去，给我，给我，嗯，这个就可以找到我啊！点一下屏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咔，好 ，OK， 对啊，可以，我也喜欢玩。哪里的？山东菏泽，家人们，山东菏泽啊！把赞往上点一点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啊！不要忘了点关注了，进入直播间以后先点关注啊，先点点关注，把关注往上点一点。臭，开了。
没事，我先我怎么？你这么一会儿回家，咱们还得纳税金。回家直接把房子给我这上啊！哎呦，不行！大爷，大爷，他啥时候回来？他没来。